No, I'm okay. Call me only guide.而且有笔，你可以直接在上面，然后用手指翻页。用手指翻页这样干嘛？就是用手指就可以翻。好，那就开始。好，好的。好，这是我今天早上加上去的，这也是我今就是对，其实后来才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的部分。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段时间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在我们执行完之前的那个部分的时候，在期末报告以后发生的事情。OK，这段时间，这个是我们那个时候的期末报告。可以啊。对，然后呢，也因为这个案子，我们认识的社企，那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跟川永、跟苏米社这个伙伴，还有很多社企的伙伴。 我进入这个领域，从了解什么是社企，社企领域有多大，甚至包括国会那边，包括就是用社会社企选品，认识了很多的社企的小农的部分，然后呢，跟他们到去展售的部分，知道了这一部分，这个是我们这个专案里头，包括是说。 他们两家南北负责展售，我们设计专柜。OK。这样一个构想的部分。所以这个虚拟商店就是你们自己的，等于网络的。对，网络的，实体跟虚拟一起的部分。好，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想说，社企说明会要去跟谁告诉他们是社企，在还没有认识中小企业总会这边，知道说，哎，他们。 本身已经是社企了，对，我们那时候还去问，还在想说，哎，他们这些小农，我们认识农友，他们会不会是社企？在不同的地方里头，我们都问他们，你们是不是社企等等之类的事情都有走过，很好，然后我们发觉他们都说，他们第一个，我就说你们有没有申请，你们是不是社企，我们申请，他说我们本来就在做这种事情，对啊，然后我觉得他们的回答，可是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这个系统这个制度。 是的，因为这是最近两年才有的。是是是。然后我发觉从这个里面呢，可是我有帮他们，就跟他们分享一下，好，然后这个是第一个阶段，是说，然后哦，好不容易到了中小企业总会那边，哦，我们知道，哎，他们已经是社企了，就邀请他们来，就是应该说明会那一场说明会超棒的，那个很多社企的品牌也说，好久没有这样一个聚会，让他们重新把每一家，因为每一家只有一分半还是两分钟，然后去介绍他们。 然后我们来共同来去做一个选品，然后大家也互相认识，然后呢最后面决定了几个产就是这些商家的产品，然后这个在我们最后面选品的时候是从总经理采购，然后公司的店长全部一起，然后一样一样看，就是听说听说明会，还有我们董事长特助也参与这整个，所以实际的那个产品会带来这样。 他们现场有带，真的哇！那个我觉得那个很棒，他们说他们彼此也觉得好久没有这样子的方式认识彼此，没错，好，那时候有就是很短的一个时间，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想说我们怎么跟他们做接触，好这样子好。那这一些呢是川永推荐的南部的部分，那我们的话是在社企选品这边，那重叠的部分没有很多，因为他们南部接触的比较少，因为他们很。 有一些品项，尤其这一系列的，对，国汉金有些东西他们的产品还没有能够上架，有一些些，了解，就是商品法规上面，他们平常都是自己，对，有到这么，川永接触到很多是这样比较更小更小的，那当然有些农作品的部分，那我们就先从我们的三家门市开始做展售的部分，然后一起去。 好，我们第一次的时候呢，我们三家一起去川永的第一次，应该都还夏天的时候，我们去他们那边看他们怎么样成立设计的一个聚落，然后这个我们这三方面的关系非常微妙，就是说，苏米社有用川永的水果来做果酱，我们有卖川永这个，不是直接，而是他们的就是像这个是我们共同点，对。 水果这件事情，一级的部分是共同点，那加工过之后是不一样的。是是是，有一些小小的东西我们之前没有认识，很有意思，很有意思。那彼此之间这样子，那我们原来跟苏米社是没有认识的，OK，跟川永也没有直接，可是跟他们这个
水果，这个果农是我们共同的三家共同的交集。对对对，所以 SIR 是你们一起申请的。对，一起。然后他们刚好一个在南边，一个在北边。然后我们去了解他们，然后我们一起第一个共同展就是我们在高雄收购，还有台旅，是我们三家一起展的这个部分一起，因为要非常默契，要彼此要会互相介绍彼此的产品等等这些。然后可是因为案子一确定之后，就没有任何点时段要完成的事情，要蛮多的，就马不停蹄，就是赶快控制。然后呢，就是虚拟的部分哈，然后呢，这个是就是像台旅的部分，好，我们一起这样子展售，这是川永的展售，然后呢，对，这是川永的在，那这个东西都有做，真的。那像幸福时间、宝石村这些，我大概都有去。我才刚从屏东回来。我听院之说，他刚好那天在。是的，是的。那部分，因为我们要邀请他们去联发科。啊，是吗？这到最后面，这也是我那次来的时候最主要提出这个问题。对。在后面，好，然后那个设计商品的这个部分也是，我觉得很不错。然后这个是舒米社的方式，它的规模会比较小一点，可是它很频繁，很频繁。但看店蛮多的，市集很多。对，那像这个是这个部分哈，那他们就不能拍照，不能这个部分啊，这个部分。然后线上，我们就帮他们办活动推广，就这两家的部分，然后用 LINE 的各方面的给会员做推广的部分。然后我们第一场联合的展售是在我们搜狗那边做一个展售的部分，好，那这几家的这个有九家的部分一起参加。的部分，好，那这个大型的搜狗这个部分也会有，就是在东华城部分，这里一部分的时候，好，然后这个是在我们的超市的前面的部分，那就是那个选品的时候，就是全面性的来去认识社企，然后去了解说，到底怎么样帮社企的品牌做推广的部分，然后我们内部员工也做有效益训练，什么是社企产品，因为上架了，好，这个部分。那刚开始的时候呢，有一些标准是不符合的，我们特别要去伸出一个方式，所以我们把它列在我们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新品的部分，采购的部分的话呢，本来我们有这些品项，加了一个社企，就说它是社企的品项，这个真的。然后呢，在健康这上面有做一个介绍，从出面性的几期，然后这个部分的介绍是特别先是说。本来是希望我们的会员的，他们可能是中小企业、国营企业的时候，都知道 buying power 这件事情，在增加，因为我们有些送礼的会员，想说可以这样子来去，让他们尽可能做选择嘛。是除了个别个人之外，对，是不是公司的部分也可以有？好，然后呢，这个是大规模，就是一整个，就是纸本的，来去做每一个产品的一个介绍，啊，除了线上的，啊，这个是网络上面的，然后也都有做一些 promo 的部分，啊，那这个是个别的，然后我们因为有很多办很多的活动的部分，都会用到，就是那个，那个仁川的，对啊，哦，这造型好棒，它的椰子的，对对，我知道他们，所以实际用起来是这样，对，能因为这个刚好我们那个料理是南洋咖喱，很搭，超级搭，啊，非常搭，很有南洋风味，是，我们就在各种可能性的情况去做推广，然后也让他们在我们这个活动的时候介绍，他们有来，用这种方式，这好用，那这个是这个是川永的，好，那川永的部分的话呢，他们就是我们的餐厅，这我们的活动里头，然后介绍川永比较勇敢，川永先，然后淑女社没有参加过任何这种活动，所以然后就把他们全部人都这样子带过来，这是我们的会员的活动。好，那这个是淑女社第一场的时候，11月13号，我们帮他介绍过这样，我们当初没有认识淑女社，我一拿到他们的产品的时候，我就有点。我就觉得，因为我们酱上有很多果酱，对，然后我就这个从包装、从口味上面都会，我心里头，我第一天在我们在高雄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觉得这个上架，我们可以帮你上架，我们可以帮你推广，可是我觉得销售会有，对，有点忐忑，是，然后他说哦好，然后呢，他参加了这个，因为他川永来的时候，他有在旁边，然后他我们的会员都是非常很认真的。他们对于
食物健康这件事情很认真，嗯、他们听完以后，嗯、他们给他19个问题、嗯，都是直接这样对话，不是随随便便问、嗯、啊，这个多少钱？不是，他听完以后，他说他一个记录起来，然后他非常的，因为我们跟他讲是我一个人跟他讲、嗯，他没有那么大的震撼，然后他自己去推广了，嗯、他有发现问题，可是他可能只知道说，哎，卖不动。可是他没有像我们会这么直接，嗯嗯嗯嗯，就是等于19个他可以改善的地方，对，嗯，他就直接这样子讲，讲、嗯、完以后，我也很佩服佩服、嗯，他居然有一天要跟我讲说，他给他们很大的建议，他想要重新发做新品，全面性的改善，啊 ，OK， 我吓一跳，我说你真讲，然后我说好，你敢我也敢，然后呢，我们说我们在搜狗办一场新品发表会，嗯、时间压住。他说好，他说他怎么样去，然后呢，也是另外呢，我去那个国外带回来的，我给他看日本亲生的苹果的部分，他用苹果跟樱花做的。我说第一个包装，如果你强调它的内容物的话，你不能把它整个盖起来，看不到里面的。然后他说哦，然后我说你去看，你试试看它的口感。他是用把苹果跟樱花这个特色，好，然后他也看到，因为我们有做五行蔬菜。他出，然后呢？他出了，嗯，他等一下后面会。所以这个就是你讲第二个的部分，是，就是你在帮他提升他的产品竞争力，是是是是。然后还有就是靠实际的会员去协助他建设，是，对，是，嗯。然后对，就是他们有个新品发表，嗯、然后呢，就是啊，这个川永这个真的超棒、嗯。然后我们有一个，然后呢这个部分，嗯、然后呢这边我们再一次。总共我们一起共同参展的部分、嗯、有这几次的部分哈，然后他们就发表了11月20日，哦，所以就非常非常短的时间。对啊，那这样等于没几个月嘛。对，对 okay、然后呢，他发表了一个是五行的现场的， okay、完全大跃进，嗯哼，包括甜度，嗯哼，因为我们会员就说那个果量太甜，现在没有人吃那么甜等等这些，对，他就而且他有个主题，他用五行五个颜色，然后全部用透明装，嗯、透就是。哇，然后就好很多。对，当场客人当场就，因为其实他的东西还没有 ready，、嗯、是那个，所以用预购的方式买他的果酱。嗯，然后这是这个对，就是他把他那个发表，我们马上放在下一期，因为我们是2个月的双月单，告诉他说哦，他要做一个改善，嗯，这个部分，然后有一个发表，然后就办了这一场。OK， 在很短的时间，你看，就是他原来的，嗯嗯嗯嗯。然后就五色，他为什么这样？然后就在我们的搜狗，因为我们有华山跟搜狗，在那边发表了。嗯，然后就这样子，很认真，大家很认真的、很认真的品尝。然后这个东西都是、还没有 ready， 像这个东西还没有，可是它的构想也出来了，嗯、然后就把它做出来了。嗯嗯嗯。好，这个我们非常，我觉得很棒，他们有很大的潜力的，只是不知道市场面的。没错。所以他一直这样子的话呢？他再怎么样去推，就是会很无力。其实他会需要一直对话了。是，好，那其实他非常非常用心，嗯、他是非常非常早期的设计，对，是我们三家里头最早的。是，嗯。那当然这个、主委这个这部分就很了解了哈。那这是我们第一次的部分。嗯、那一天其实我们报了很大很大的，因为我们在想说哈，就是有关于 buying power 这件事情、嗯，我们这样推以后，因为。那个东西还没有到，那我们本来以为这边会，嗯，因为是大企业来，嗯，我们准备好了，嗯、我们三家都说好，我们要好好的跟他们说、嗯、等等之类的，好，所以可是后来发觉可能，因为时间没有排好，对，就 Buying Power 的颁奖是这个后面，对，啊，本来那个两个是合在一起的，对，但是就是时间没有了解了解，对，如果你那边的。热闹度的话，对，他们就很适合。对，这是我们策展上接下来也要改进的地方。哦，了解了解。哦，那我这样子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对，好，因为这两个合在一起是大刺激。对，因为 Buying Power 的结算的时间，当时包含特别讲什么？那时候最后还在评选，所以等于就跟市集没有就是没有放在一起。那这个我们下次会改善。了解。对，好，那这个就是这个是我们原来的简报。的部分好，然后这个我们部长啊、委员啊，是，我说不好意思，因为用了您的肖像权，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可是你知道，就是我有按给他们那个委员、嗯，其实我必须说啊，这个很多东西都是新的。对。然后呢，我放的时候，那个委员也很认真的，嗯、他们有些人不太了，也不是了解这个，对，这个要怎么去运作？对
这个整个要怎么办事情，要怎么样去拖这个，他们有在很仔细的在做，没错没错，嗯，是好，然后这个就是这个了，嗯，这个呢我在很短的时间本来已经没有位置，因为然后呢我就是因为认识主办单位，那我们说过在中上面，嗯，我们就瞧一个位置，而且呢只有川永能够，因为他一定要是小农啊，了解了解，就等于有他代表，对对，由他代表，然后我们又一起全部，这是大埔的，啊，对的这个处这个部分，他们本来，嗯，他们很欣赏大埔的这个部，我们有我们跟主办单位策展的主办单位，他是媒体人策展，嗯，我们共同认识人是他，对，是大埔，大埔是这个、嗯，那个时候呢他还在台北的时候，他是然后呢他负责这个部分，他来采访我的时候，那全部都是农，就我意思呢，可是我常常去农场，然后认识他，所以我们然后我们在某个场合相遇，他已经开始回去做那边，嗯，然后他用的全部都是那边的就是阿嬷来去做这个，然后呢他是被这个策展的主办单位哦觉得他们家的东西极品，我也觉得，然后可是他有跟我们后面讲，他有跟我求救，他有想想他说他们台北需要人推广，嗯，可是他的东西是好的，是赞的，我们有机会就把它弄出来。好，这个部分这一场场非常非常的成功，嗯，所以我们知道市场在的，嗯，消费者是喜欢的，是喜欢的，嗯，对，那小农跟社企很多东西是重叠，是一样的，嗯，像他们就是同时了解。好，那怎么样把它做一个的部分，嗯，这个是这一样，这是在简报内容的部分，嗯，好，比如说其实我们全部都是买断的，我们后来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个班套这个奖的落差在这里，因为我们有请教 KPMG， 然后呢他们以为我们是寄卖，对，可是我们从头到尾，没错，这个是最大落差在这里，没错，没错，才会鸡头，才会，对对，才会有这样的落差的过程。对，我记得中间有一个，是因为这个原因，对对对 对， 对。可是我们觉得说，哎，嗯，我们有这么大的诚意，我们怎么可能在？怎么没有？对，我说怎么可能让他们寄卖？对，因为如果寄卖，我们不用审那么严了。对，因为如果就像你说的，如果寄卖的话，其实那我们还要更宽。对，你们会更宽，而且等于你们就不是策展人嘛？这个就是他们分别策展，就是因为你们策展才会要求那么大的品质啊。是 是，对啊，对啊，那么高的品质，所以买断是表示你们是完整的嘛？是，啊，是，对，好。这个部分好，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的部分，嗯，好，这个就，嗯，啊，然后呢这个过程中我们发觉哈，这样子展下去以后，嗯，其实嗯到后面一路上的摸索，到后面我们才感觉上，哎，好像觉得这一套的方式是可以再发挥的，是啊，就是三家默契好，就是那各方面我们觉得这个系列是可以有一个东西可以再延续下去的，嗯，包括不同的社区，对，嗯，好，这个部分没错，比如说川永是南部代表跟北部代表啊，那比如说中部的代表，嗯，没错，我们是不是也跟中部的一个川永合作的部分，然后呢这样子等于每个地区有它的中介组织了，那个中介组织就包含就是策展那边的好的团队，然后以及你刚刚讲的这种跨区的这种整合嘛。是，那我们可以跟搜狗合作，嗯，我们可以跟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新的卖场是跟新的地方新的部分，嗯，比如说跟全家，比如说跟 ADD，啊，跟不同的卖场，他们是亲子的，嗯，那我们可以适合他们亲子的，嗯，我在那个周年庆的时候，嗯，在我们家对面，嗯，我就跟他们说，跟他们邀约，嗯，就是这个来去，因为 ATT 是亲子馆，对，他整个的说，我们说来做 DIY 啊 ，OK， 来做这个。那天的时候，在周年庆的时候，好，这又是另外一个，嗯，这个同时的时候，也是来这边的时候认识他们，就认识他们，嗯，那我们不认识他们，okay， 是这个爱乐活啊 ，OK。他们现在呢要重新再就是网购，他们好像是之前有做一段时间，是的是的，然后他们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做，他们总共在那边拍了总共五个名人，然后在我们那边，嗯，然后用食材，然后他们搭配，那他们选我们的品项，因为他是我们家的爱用者，他说他住那个花园新城，可是呢，嗯，全家就复合门市比较少，那他都在那边买我们的东西，他说所以他们组一个，他们觉得他们这个族群，嗯，这个妈妈需要的，嗯，然后在这边做推广，然后呢做网购啊，对，花园新城其实就只有一家全家，然后也没有别的选择了，因为
因为我也住那边，我了解，对对对对对，那他说，所以都很依赖网购，或者是像主妇联盟那种，就是说是一整个采购班等等，才比较有那个发现新品的机会，是，不然的话，那边的全家就一个小柜子而已，对，是是是，然后所以呢，他们就，这个部分好，对，那这个他们现在已经拍要拍第五支，然后这是他们的方式，然后呢，他们后来呢也做了一个试吃会在我们那边，这个也是他们第一次，然后呢，哎，他叫八九，因为是有什么又忘了，然后呢，很好玩哦，他们，因为我跟 Irene 比较熟，然后呢，他说他们想要办这个试吃会，已经想了两三年，那是这样，终于。诚信，我说，你怎么不早说？可是他就是说，他们这一些人都是支持他们的，可是呢，他们开始变成这样子的形态的时候，希望能够把一些社企的农友的部分，对，也跟他们的消费者见面，等于他的环境跟社会价值也能够让消费者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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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好，当天哈、又跟那个社企产品一样，那时候是万里金山的那个蜜。好，然后几个，然后呢，有给一些是釜山啊自己种的那个椴木香菇等等的，那产品都很棒，很棒，很精准的。那边有三个，那天有五个小农友，然后上台有带产品来的，主要是他们两个给大家试吃， okay. 还有我们家的东西一起在我们的那个餐厅，就是我们办活动的地方。我说啊，非常，如果你这样可以的话，你们下次欢迎使用这个空间，然后我们也会一起。来去就是共同 OK， 那这就是另外一个，嗯，不是那个的，这是另外一种平台，也是他们主动，因为可能每个人他们的方式会不一样。那这个摄影棚就是你们本来就有的，你们的厨房吗？对对，其实不是摄影棚，只是说运用这个方式。那他们来的太多次以后，我们把后面装了窗帘。Okay. 刚开始的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一要那个时候就要一块布。在外面拉一块，我说啊、太困难了。后来呢，我们就想办法，然后我们有问过几个窗帘工，那个、okay. 到最后面用活动的。对，因为我看这个打光还不错、啊，表示有本来是本来不行，因为这、现在这已经是窗帘，已经是装上了，对，2.0版的。okay, 了解。好。很好玩的是，昨天也是设计，那个赵神在家，赵神在家，小薇，他又到华山，又到我们新的点，他也要做一个，因为现在呢就是鸡肉猪肉的部分，然后他们有就是要有一个，他们要在那边现场煮猪肉的部分，要一个场地，他最后面决定在华山，因为那里有很多的油烟，对，因为他做年菜 ，I see， OK， 好，然后呢他用我们的场地，然后他跟我们有合作的部分在后面，好，那另外讲到是说我们一直有做引法的部分，这个部分很重要。的部分是我们已经三年了，每一年的银发友善食品的得奖都是我们最多，然后我们也办了两年。你们的初心吗？你们会办这个就是为了？因为董事长65岁时候下定了决心，是知道，是知道你们的故事，对，好，好，好，然后呢，所以我们然后呢，他们年度食品所年度的时候呢，办一场国际论坛。请，因为很多是日本，因为日本的比我们还要更前面，就是这个讲座的部分，是这个 OK。这个是我们自己办的讲座，办了两年。那论坛是什么？论坛是国际论坛，是在台大会议中心，他去请日本的专家，然后都是食品产业的部分。然后呢，办完讲座以后，他们在上面讲，我那一直猛点头，因为我们做的这样子。然后呢，然后他们隔天就一家参访。就是那些国外的学者，然后到我们那边，我回去连夜赶简报，因为我已经听到你们了，我觉得我们很多已经做到，然后有很多我们也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因为他们银发走在我们前面，因为比我们更年长更快老，对对对对，老得更快一点。然后呢我们你知道那天非常非常，这是我们给他们的那个简报了，就是对他们的这个简报，我直接括号就是。好，就是我们跟主要合作也是因为这个部分，就是因为银发这个部分哈。那因为推广了三年，这个部分呢都是我们的他们很认真听，这个都是我们得奖的部分。像这个跟辅大产学合作一年，那之前是跟食品所，
讲营养方面的，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是医师的，医师讲不同的疾病的部分，那这些医师很多都是我们的会员，嗯，所以他们知道我们的东西，然后他们自己也是注重养生的这个部分来分享的，嗯嗯，好，这个部分，那这个是这一场爆满，我吓一大跳，嗯嗯嗯，不过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红的题目，对，非常多人在关心，我不知道里面的需求这么大，然后呢，嗯，就是说除了说银发族的会员的部分的话，嗯，然后另外大概有1/3到1/4是照顾者，对，哇，然后那一场爆满到没有椅子，我吓一跳，因为我们有固定在办，就是这一场最爆满，表示这是潜在的，这非常非常大的，大家没有把它一个题目对拿出来讲而已，因为这么多的家庭有这个需求，啊，因为你要说出来说，哎，你有某种解决的思路，他们才会出现，不然如果只是提出问题的话，那等于类似互助这样子的感觉，他没有一个真的能够拿出来帮忙的嘛。是。那你们现在是透过就是调整饮食啊等等的方式，那等于有一个不要说 solution， 它至少一个方向嘛。是。对。就是其实我们每一次都有一定的主题，比如说啊，这个糖尿病的或是什么的，可是我没想到这个是最爆满的。对。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我们以为说应该是平均，可是没想到是这个是。是啊，是啊，好，然后像这个不同的主题，这个是产学合作的健康讲座的部分，好，像这个部分，嗯，啊，固定的都会做发表的部分，嗯，好，这个部分，嗯，这是嗯我们家的产品的部分，好，嗯，好，那这个哇，你知道他们最后面，我把这个东西当这个是当天的简报，我们跟他分享我们做了些什么事 ，OK。这是当天简报，就是对这些就是国这个日本的学者的部分或者专家的部分，他们现在把它改成本来是那样子，现在已经变成是这个了，嗯，这是今年新的，然后他告诉我们是说呢，我们要那一天好正向，就我们大家要习惯现在人生是用100在算，对啊，嗯，是这样，是好，嗯，然后呢在会想到这个部分是这样子的 SRBT 是什么，我是这样子的哈，嗯，我们在我们期末报告的时候，嗯，跟委员报告的时候，有一位委员，嗯，他是，嗯，我后来听说他是专门是设计的专家，因为有些是行销的专家，嗯，有些是各方面的专家，管理的专家，他是设计的专家，嗯，他在期中报告的时候跟我们讲说，哦，你们定位要定位好啊，你们叫什么，嗯，叫做社企，好，嗯，社会创新这个东西，这个名词，嗯，新创社这个东西你们要这个，他就告诉我们这个，嗯，哎，可是我们想说，哎，我们是 follow 嗯凤凰学术的，对对对 对, 对，然后我说我们都有，嗯，我们都有去检核，对，是这样子，我们才发放，这是我们那个时候的回答，这是第一个，嗯，第二次期末的时候，他居然告诉我们说，嗯，他写在那上面了，对，说他觉得我们整个案子应该叫做这个永续，嗯， okay， 然后而不是做self设计，我说，嗯，那个时候我反应过大，因为我觉得，嗯，我觉得我们很短的时间，嗯，整个公司很尽心尽力去聊，从摸索了解到怎么样去，我们觉得后面有个心得，然后我们才觉得说，那居然他给我们讲说整个案子要那个改，嗯，我们就，啊，不会吧，嗯，就是没有，他只是说价值上面要更多一点，就是不是只有第十二项。就你们强调的是有可能负责任的生产消费循环，是，可是我当时可能 对,、嗯、对因为可能那个评审很、嗯、可能严肃或者是、嗯、然后可能我就是后来我就再回过头来去、嗯、再去研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嗯、对，这个 SDGs 是怎么回事的部分，然后呢才会去看，才会去参加这个部分、啊、因为我们一直在讲六级产业、嗯、对，然后原来它跟这个六级产业有关系、嗯、那就跟我们有关系了，是的是的，好，那然后呢等等的，我只是想问说，这个是综合企业处的 SBTR， 是是是是 ，OK。然后我再就、嗯、我就去回想，嗯，这个是我后来才发现的，嗯、我就去回想呢，就是哦，对，期末报告的时候我也说，好要这个部分，然后呢，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这个部分、嗯，就是现在的，他居然在之后的时候，他我又在接到巴黎的这个电话，嗯，他还是想要来，他上次没有去，他想要访问，就是采访，他想要采访我们的。就是渔场，而且是产业面的生产怎么样，我们怎样在生产，然后他说另外他说这是大主题，因为他说一次只能够采访、嗯、就是一个报道这样，这个为主，然后呢一个小的是原住民的部分、嗯、有两个主题一起来台湾、okay. 然后问我们可不可以
就是邀请他赞助他。现在是什么时候？然后我跟他们说，这个我们可能有困难，我们可以负责澎湖那边的。可是我说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说要跟这个政委报告。他们打算什么时候来？他好像没有啊，没有一定要什么时候。对，然后我们就在想说，因为有那个论坛，不是那个国际的那个5月的对，是不是？因为我们是5月10、11、12，然后在高雄。是，所以他如果来的话，当然我们可以前面后面有一些参访。是，因为他是对，因为他上次来就是他觉得没有看到这个部分，对，是这个，这个是我们真实的 email 的方式，就是，然后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跟那个外交部的那个，我们这样子就觉得说很想把这件事情促成，对，就觉得有一个，然后就很有那种，或者是 old school 的那种感觉。我们那个时候出国，在外面的时候 ，MIT 是很有那个的。然后呢，也是因为什么说我开始去了解这个部分的时候，就因为他说 SDGs， 我开始去了解这个部分的时候，才发现呢，原来这个案子的源头，然后才知道。政委的故事，那是我们现在的设计整个都是为了 SDGs 的，就是等于它是我们主要的价值，那设计师达成它的方式是这样。我跟别人说的，包括我不跟我们老板报告的时候，我讲的都还有点我跟他说是我直接的语言啦，我说我们现在外交有很多的手术，对，所以这个方式是一个语言，我们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那我说，我就跟我们董事长报告说，这样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联合国开会，所以知道这个才是我们的一个语言。那如果它只是一个语言，一种方式，我们实际上做的就是小农从六级产业，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平常就在做的事。没错。如果要换一种东西跟国际，对。可以，为什么不？因为有序发展的概念就是你不是改变你正在做的事，是你只是愿意跟全世界做类似事情的人讲同一种语言交朋友。我们只要把就是这样换成这样子，就是这样而已。像我们全部都是在中文，然后讲这些讲，我们做英法的，然后我们做母音，对母音，我们特别做母音的部分的讲座的部分。同样这个东西，我们只要换一个sign，我们就让他们就知道了。就说你们做健康呢，就 SDG 3之类的，是，对，是。然后我觉得，就是。我就突然恍然大悟，然后就一个去检视的部分，然后发觉，哎，这为什么不？对啊，好，然后，这个就是他们做了一系列这部分，然后在我们那边办这个部分，好，就是吃会，就是当天现场的事情，大家又很激动。OK， 好，那因为这个是等于是说生产者跟消费者，大家共同说好，哦，我们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让他们知道说的认同这个部分。这部分，那这个就是刚提到大埔的，然后他居然跟我们讲他们需要推广的人员的部分，好，这个是大埔的部分，就是我们把它拿去，然后这个部分，然后我再去找，然后呢，我再去想说，我在记得说啊，就是有一次我们去参观，南部。就好猪那边，对，是那边的时候是处长的时候跟我们提到说他们有个专案的部分，对，然后我才去找才知道是这个，对，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然后我在先想说啊，那我再回去找好久，因为那不是很明显，可能是新的还是什么的，然后找到这个，所以然后呢？那一天的时候，我就询问了这个部分。对，因为他们现在还不确定说这个到底会被并回像地方创生那样的计划，还是这个还是自己一支计划。是，对。然后，因为我去研究了那个部分以后，觉得是说这个部分呢，就会像城乡，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在，就是他们都在生产，都在，我知道。然后我们在这边，这个方式可以再延伸。对，而且。觉得可以真正的去好好做这个东西，所以你有特别想要挑哪些区域吗？因为这个它就要当到区域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哦，就是你就得挑一定要当到区域，一个是不是？对，一个乡镇市或一个区，它这个比较是翻转一个特定区位的这种提法。对，这个跟你们的做法其实有一点距离了。
对。像比如说像川永他们，可是我们是希望是说能够再有更多的区，就是比如说东部，然后呢南部，对，我们可以 cover 到比较多的，我们也觉得是可以的，就是如果我们来主推他们的部分的话，假设一年好好的品牌去照顾，应该可以照顾更多的点，因为不用到某一个小小的某一个锁定，就是以像我们这样专用这样子 OK， 可是呢川永他有连带的，你看大埔也不在，也不是，也不是他的，对，可是我们也是一样这样子跟他们合作，对，像爱乐活也是啊，所以我就说一定要你们提吗？还是可以是这些地方分别提，然后你每一个都等于是协办，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了解。对，因为你们是类似出海口嘛，就是让消费者发现，而且把消费者的意见带回来，是，那然后促进就是整个生态系的沟通，但是你们对你们来讲，你们的进货的这个来源越多越好，最好是全台湾都有，而不是说你的目的一定是要翻转哪一个城市嘛，是对，所以反而应该是说想要翻转那个地方的人来提，然后你是他的 partner， 比如说像爱乐活那边那两家，我们都觉得对，我们很想帮他们，我觉得他们是可以的，可是你知道他们去年的米都还在，对，我跟他讲说你寄来给我们看看，就说因为我们有餐厅，对，就是我说天哪，你这么有用这么保护生态的方式，你居然完全卖不动。 对，因为主要还是大家的认识嘛，是，大家需要一个，而且他没有认识特别推广他的通路，对，没错，没地方讲话，没错没错。然后这是一个哈，那另外一个是说，因为我们从以前到现在，一直会有一些国际的参访，还有观光客，对，比如说像比较多之前的，最明显的是日本的，像比如说今天又有人就是他们采访给我们叫我们校稿，是上次采访的，然后21号又是另外一个日本的媒体的采访，那因为有很多自由行，然后就现在找到，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些 sign 啊，我们可以放在很多的地方，可以啊，因为日本也是举国之力在弄这个，是吗？所以他们的卖场，如果有那个非常共同的语言，对啊，我可以找一些资料，那个、感觉很棒，对，然后我们可以，因为他们可能代表不同的，对，像现在我们是在这边，然后可是他们可能对往不同的地方走，对，那他们可以代表不同的，没错，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是的，然后尤其是在一个国际，因为我们现在新的卖场，因为他们一直叫我们用很多的英文，因为他说那是大家共同的语言，在台北现在越需要越来越多是英文再加中文，而不是只有中文，对，这样子，好，好，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我们联发科他们每年办，可是他们只有邀请我们一家，其他的是一个他们就是 Seven 所办的，因为是他们里面的驻点的，那因为他们邀请我们去他们那里，可是我们一直还没有机会，一直还没有到能够到新竹，因为他们设备什么都那个，可是他们注重同仁的健康，希望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选择。那我们连续第三年受邀的时候，然后我们就邀请川永他们已经有提出来了哈，所以他们这次用屏东好物，我还没有时间问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上次是用一个也是一个乡镇的，可是我们不是叫屏东，是那个区块的。去收购展的时候，他们是用那个 DM 这样子里面的产品这样子，好，然后那个所以呢我们会标示，然后这个的原因是因为这一次我们跟他们说我们有设计的时候，对，那个主办人就说哇真的太好了，哇我不知道说原来这个东西他们是，可是呢他并不知道 buying power， 因为他们是博委会，对，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可以跟奖励金，对对，可是他们是为员工个人服委会，他们就觉得他们内心是会挺这个的，这很好啊，是，然后呢我们会把那个，因为他们有个我们有做那个专有设计那个列车的部分，好，那我们想要把这两个东西做结合，这是我上次来想要询问的 OK， 想询问 KPMG， 他们说目前啦，好，就是说如果我们用我们因为我们开发不是开给个人，可是不是开给公司，对，好，
那因为我觉得如果要让员工的发票全部都开给公司，那又可能另外需要一个手续，比较麻烦。对，可是他说可以开给个人，可是你当天的，然后你用个 copy， 然后呢你拍照，你证实你这些是在这边购买的，然后 KPG 目前跟我们讲是说目前用这样子，嗯，比证人，然后先这样子试试看。哎，这个很好啊！如果这个模式做得起来的话，各个大的妇委会都可以一样做。这个是我，对，就是我们那天，然后他们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式，可是我说，那我们先这样试。反正有没有我们 try 嘛，不要失掉这个机会。嗯，因为马上，因为如果2019要变成500的话，嗯，如果这个方式走得通的话，那这样就很好了。当然也可以让他们说员工直接都开公司的，那可是就是一个一个来嘛。因为它的概念其实本来是说公司买给员工嘛，嗯，对，那但是确实到最后都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并没有不一样，因为我们要的是公司更认识这件事。所以即使是员工买，但他只要是在公司的场地，嗯，或者是公司办的活动，是，那他还是可以说是公司 endorse 他。是，我们比较不想要看到的是说员工这个分别去买，然后跟公司也都没有关系，嗯，然后 somehow 就算到公司头上，是，这个就比较没有 promotion 的效果。是，但像这个是在他的场地，不是吗？嗯，是，也是他的服委会等于一个正式的活动嘛。是，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可以算，而且要把设计那个弄出来，他们知道他们是买设计的场地。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是符合 Buying Power 的精神，是哈，对对。那因为他们还没有很那个，因为那一天颁奖那一天，我碰到 Jeff， 然后我就问他这个问题，嗯，可能那个这就是创新嘛，时间点，第一次听到，对他时间点，他说他有放在心上，我说，嗯，因为他们再来邀我们，然后我突然想到，哎，这个那我们要怎么个连接法？好，那他们目前为止，我这个有回复。KPMG 说：“那我们先这样子。至于你们最后面能不能认，因为其实联发科没有要求，嗯，只是我们想要去 try 一个方式。他们并没有说要认，因为他们妇委会还不知道说发言炮这件事情。他这个展售的地点是在哪里？在他们的总公司，就在总的二楼的二楼。对，所以那个地方也是他们的嘛？对。”就他们每年都在那边办，这应该可以记录了。那个你就说是我说的好了，那就照我们就照这样子。对对对，那我们那个会摆出来的，嗯，真的可以，因为我们现在在推的就是所谓的 CSR， 当然是本来就有的，但是我们希望它也有 BD 的效果。那 BD 的效果当然一方面是说它进入供应链，就是这家公司的原料就是这个，但联发科大概不太可能拿这个东西去当原料，它天生大概就不太可能变成用农产品做出晶片来嘛，所以你得帮他找一些别的 BD 的东西去做。所以我觉得不一定要 supply chain， 像这种就是公司本来就在员工的关系上面，等于是有服委会的这个制度，嗯嗯，那你可以把服委会看成公司治理的一部分。是，但我觉得这个也是有治理上面的一个价值，就是它透过大家一起做购买的决策来 promote 这件事情，嗯，不一定是说要进入它的供应链。是，因为有像联发科这个状态，它就真的不太可能让农产品进入它的供应链。对，所以我觉得要帮他们开一些别的 door， 那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尝试。嗯嗯，因为像之前像联电的，对，他们也是特别的一个部门在做这个，可是他可能还不是这个，他们可能是服委，可是他们那个服委会里面呢有注意，他们有特别选，对，是跟设计相关的才被邀请，对，联电就是没有图的那个，嗯。我这边有一个目录啊，是哈，对，哎，对，他是在展售科技列车的时候，嗯，联合行销，这个，联合行销，对，了解。你看他是，嗯，你看协助环保永续等业务之推广 ，OK，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卖，对， okay， 我说他们也是希望是这样子的。那
推广这个部分，对绿色的生活的部分。所以呢，以后这个的话，我觉得也要可以，也要可以。它怎么核销，当然要看 KPMG 了。嗯，是。但是我觉得像这个，你看，这也是他的场地嘛，是是是。然后他公司的某个部门主办的活动嘛，嗯嗯，我觉得这真的可以，可以想想说怎么记录，嗯嗯嗯嗯，对，嗯，蛮好的。好，那怎么回到最后面？刚才是已经到这里了嘛，就是这里欢迎朋友，对，好，那我们就是2023、2024 OK 会一起了解去，好，然后这个就是正好在家，嗯嗯嗯，啊，他们这部分用我们的食材呢，因为他们一般有一个食材，然后另外的有特别对食材特别要求的部分的，他们会另外做一个部分，然后这个哦，这个是从那个之后陆陆续续，就是上次没有被选上的，嗯，一直没有停过，他们有再来找我们，嗯，那我们现在因为开新的点，有可能这个是新的点，下礼拜一的时候，哦，那也很好。好，那这个部分的话是有机之星的部分，嗯，好，就是我们这边有挂有机之星的这个部分，我知道天后给那这边是是美食餐厅嘛，对对对，嗯，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农委会的这个，嗯，这个长官，因为哈，一直有机这个就今年这边推广不是很那个，嗯，那因为我们这一次我们一加入了货，嗯，我们就是这家是新的，那，原来的华山跟搜狗还有海岛食堂，嗯，然后再加上六家全家的复合店，因为那边有是有餐，嗯嗯嗯嗯，他们有去评，只是它的星级不一样而已。I see. OK. 然后呢，这一家我们可以得五星，因为我们是一个 set 出，那里面就有含就是有机米。有机的蔬菜，有机的水果，因为小番茄算水果，哦，他们说那个部分的话就是算的部分，还有就是我们就是明天是台北开幕，后天是高雄，对，高雄是因为这个就是餐饮超市，对，就是帮我们设计这个设计师他是去纽约，他看到这个最新的这样的方式印象深刻，嗯，来就用这样子的，就是餐厅跟超市再结合在同一个楼层，不像我们华山是楼上楼下，对，那是餐厅，可是不是，它是餐饮，你可以在那边吃，你可以带走，了解，你可以外带，okay，那种很方便，嗯。那我们这几天在跟记者在谈一下，他说这个特色是什么？好，就是国内还没有这样子，就是很方便的部分。对，然后全家的话是这样，我们这个餐饮超市在这边，然后一家复合店在这边，嗯嗯嗯嗯，了解。结合在一起，隔壁连在一起，嗯，okay， 招牌就很大的面积。哦 ，OK， 这两家店型都是新的，嗯，非常有意思。嗯，然后、嗯，因为他们已经推广，其实我们已经是第100家了，可是之前都没有人，就是，嗯，可是也趁此机会再提醒大家有这个，是对对对是 okay， 是。然后这个负责的宜兰大学的，他是我有机的前辈，因为在这个行业大概18年多少。他以前是我们的偶像，就是他是我们非他是非常早期的，他是从德国带进来这个有机的这个部分，嗯，概念，的概念，然后呢，可是都没有就推广了，就是林哲毅老师吗？啊，不是不是，他是那个黄章儒老师，黄章儒老师 ，OK， 哦，那比较早期，对，是对蛮早期的 ，OK。所以我想问的是说，那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哦，不，这是刚刚没有没有，静央就是这个、嗯，就是说因为新的点，我们的面积比较大，对对对，这个部分，嗯，这一些产品原来我们的面积比较小，是可以再进来，嗯，哦，还有一个关系，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部分是，就是我们新的这个店的样子，好，okay，这个部分，然后因为他会教我们有很多的要加很多的英文。这是特别的，他们在的超市叫 grocery， 是 grocery， 是是是好。然后呢，里面也是用公平嘛，就是生态绿的咖啡的部分，会在上面有个做一个 POP。好，那这个是健康布置。好，现在这边，那我们这样子的概念是说，我们想，我想象中是可以把这个东西可以啊，在整个地方做一个呈现。那因为我们现在整部目标的店里都会有一些。就是当然本地的是做推广的部分，然后有一些呢，观光客或者是参访的学者专家等等的东西，就是说他可以有一个地方做展现，在一个都会比较方便的地方。对，那是不是这个案子我们不知道，只是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我们想可以这样子做这些事情。那不知道适不适合这个案子，可是如果说这个案子是地方，我们是想象中是很多的地方，对，可是我没有想象中是一个地方。对 ，SBTR 的结构比较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所以就比较难。
对，那反而是说，就像我刚刚讲的，反而是产地去提，然后你是他们的协力伙伴，这个是倒比较容易。对，那像这种你们现在这个的方式，其实 SIIR 是对的，并没有不对啊。嗯、就是本来商业司的那一支，就你们申请的那一支，那、那个是正确的。嗯，哦，嗯，他没有，嗯。还是你觉得我们想要做出来这种感觉，就是那个，就是有一个全面的永续发展的一个，对，一个宣导的感觉，对、嗯，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活化在一些不同的，这我了解，嗯，好啊，其实因为这些并不是政府才能用，这是任何人都可以用的，是，所以我现在在想的只是说我们怎么样 cross promotion， 是，就是。好比说怎么样去扣合本来像你这边讲的就是有一些已经在推的东西、嗯、那但是大家不一定知道、嗯、是，所以你让大家知道，是，那反过来讲我们现在如果下一步想要推什么像 SDG 的话，是那怎么样透过你们的平台，嗯嗯嗯，所以这比较是伙伴关系啦，是是，它比较不是说谁是谁的厂商那样子的一种关系、嗯嗯嗯嗯、对，那这个我可能还是得亲自看一下才知道。你们现在是已经开了吗？对，明天开幕。明天开幕。对。那对，那所以明天就可以去了的意思，嗯、这样吗？我们这几天很忙，可不可以？ Okay. 是晚一点再去。对，可以啊。因为最主要是说哈，就是因为长官的时间，结果我们记者会那个邀请函发出去以后，只有这一天呢，星光生日的举动，就是一年一度的这个进去，他都会发表。OK。因为现在。回风南山很红，对，然后呢大家都会问我们跟他们有什么差别，然后呢星光也是被问到，那因为很多进口跟本地的不一样嘛，了解，然后呢所以我们现在还想说那个这个时间要怎么调，因为很多他们之前就一直很关心我们这个点要来的，可是这个他们先答应他们，所以哇，对，好，那因为这个时间我大概没有办法，嗯嗯嗯，所以那我觉得如果是下午，因为董事长一月份在台湾的时间总共就五天，嗯，就是你说这个前后两天这样吗？没有，他隔天就、他隔天就已经，对，就那一整天他都会在。I see. OK， 因为那一天我是在金融研训院，然后也是要跟 KPMG 主办的一个论坛，就是谈 buying power， 跟谈 SDG， 跟谈社会创新。对，下午，我的场次是2点到3点，然后他会一直谈到后面，所以这两个等于是刚好打架，对的一个情况。所以比较好的方法，真的可能是另外就是我另外在调时间，或者先看我的同仁哪些比较有兴趣，是，然后先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嗯，然后我们自己也盘点一下，然后我们之后再约一个时间，因为不然我想说我从研训院讲完然后过去也就比较晚了，了解，那可是刚好来。你说到很晚都没有关系吗？是啊，这样子吗？对啊，晚餐也可以。当然啊、，OK。当然，那我看一下，我如果那边都结束，然后再到的话，大概6点半。没问题。你觉得 OK 吗？对，你觉得没有问题。没问题。那我们是不是就不要那么 formal？ 就是说，他就对，了解，因为6点半就是一个是。那我觉得我就是实际去看一下状况，然后跟你们那边是哪些人？就我们会在，然后对，董事长会在，总经理那天大概大家都会在。好啊，那所以那个餐饮超市就有开嘛，就可以吃东西。是。OK， 好啊，那我就去叨扰一顿晚饭好了，这样子。那这个就不要把它看作是这个记者会的一部分。当然，那你新闻稿里也不一定要。当然不会，这是另外的。对，那因为不然的话，我就很怕说我记者就不会，那时候他们都不在了。对，他们不在， okay, 他们不会在。我去就读访啊。我们即使就是挪到下午，他们也不会留这么晚，而且我不会跟他们任何，因为这没有相关。
对，我的意思是说，我晚餐这个就不发新闻稿。当然。然后，如果记者想要事后了解啊，或什么东西，我们就等于有个 agreement， 就是说，这算是不是我的公务行程，是就是我跟大家了解一下情况，了解这样可以吗？可以。好，当然，感谢。然后我们只是在想说，怎么样，就是一年有一个基础以后，那我们怎么样？既然对，怎么样再去？好吧，有一个呈现的方式， okay， 有可能我们这边会比较快，我知道，因为有一年的基础。对，我想我先看一下那个场地实际的状况吧。那当然，华山跟搜狗是可以同步。是的。因为其实以目前来说，华山是比较多，这个不过日本观光会比较多，可是还没有这么多国的。可是如果你要讲的是台湾本地的部分，对，的确，比如说101很多观光客，可是你本地的东西就少。没错。因为它大部分都是国际品牌，他们是去嘛。是，可是我们最起码，比如说21号那个早上又一个日本的观光客来说，我们这次有想要说给他们换一个地方，持续在华山也可以，继续在华山也可以，因为那里是观光客会走动的。OK， 那我们把它做一个场域，把它呈现出来。好的，这就是OK。对，没有问题，我们试试看吧。就如果合适或不合适，我都直接跟你讨论。了解。好。然后呢，因为我们就是然后我们本身就希望是在海洋这个部分，对，来去。没错，就永续的海洋。是永续的海洋的部分。好。哦，就是永续这件事情。对。好，那听你那个21号，就是大概6:30左右有空吗？1月。对，1月21号礼拜一。